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凯，欢迎来到这个频道，今天为大家介绍暗队的极限伤害。在这一次八仙改版，暗队出了最高倍率的队长，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这一队，也就是我前一阵子测试暗队最高伤害的队员们，相信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，我就不多多介绍了。那这一次就看一下天降到底给不给力吧，来咯。好，最后35000的龙科分数天降到64 combo， 这已经是非常狂的天降喽。看一下伤害吧。这应该有破罩的伤害了吧？所以伤害极限伤害又往上提升了一个档次哦。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暗队极限伤害的影片的话，不用了，现在丢在钮旁边的小铃铛。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话，绝对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那我是王凯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